来的就是抽到了30号，评审请注意29号弃权。我们现在要欢迎30号的长义高中来做演出。这名叫做灵魂，原本应该是充满活力朝气的年轻生命，却在好奇怂恿之下呢，让奴婢的魔爪深入，完全控制了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脱颖而出。这是长义高中，谢谢。 谢谢你们今天的演出，谢谢。